大家好，我是高立伟，我是波昌大学一名大三的学生，我的专业是英语、德语、经济和管理。我已经学习了5年的中文，因为我喜欢中国和它的5000年的文化。我有许多兴趣爱好，我喜欢击剑、听音乐、唱歌和打游戏。我对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学也兴趣浓厚。我希望能在我今后学习中文的过程中继续探索中国历史。谢谢。您好，我是来自法国的马路，我今年21岁，我学习中文已经3年了。我在蒙彼利埃第三大学读书，我的专业是应用外语，主修汉语和英语。我想攻读硕士学位，专业是翻译。那我的个性呢？我是一个乐观、开放和诚实的人。我的爱好是绘画、听音乐和学习外语。我当然会说法语，我的英语水平挺好的。我也会说汉语、韩语、西班牙语和一点德语、意大利语和日本语。感谢你们的关注。